好，各位大家好。首先，我们要为你介绍我们参赛作品——启发式机械教学模组。我们制作这个作品，是因为课本上的机构让我们无法理解，所以我们想要把它实体化。首先，我们设计出了二轴式底座，它的优点就是能够呈现单四轮系的所有机构。但是当大齿轮在主动轴时，则会因为螺丝而造成卡死。经过多次改良后，我们新增了承头孔，它不会因为大齿轮在传动时而造成卡死，且它也能够呈现复式机构。在模组上盖时，我们采用 3D 列印印制，但是这样发现不仅费时且效果差，所以我们改用雷射切割来切割亚克力板，这样既省时且又方便观察。在连接多个模组时，常常会为齿轮传达动力而导致分离，所以我们为了能够防止这样，我们新增了八字形扣环及八个连接孔，让它不会因为齿轮在传达动力时而造成分离。我们为了能够不再以手动的方式呈现，我们新增了直流减速马达及开关，让它能够顺利的运转。但是它的速度及方向是固定的。我们为了能够让它更多样性，我们新增了三切开关，让它能够正转及逆转，还有变速。可是因为需要插电，我们又常常找不到插座，于是我们改良成行动版教学模组，以三颗锂电池来供电，而供电时间能够长达12个小时以上，且能够重复充电，其功能还是跟上个模组一样，能够正转、逆转及变速。现在我要开始介绍我们所呈现的齿轮与机构有33种，而其排列与组合方式则达165种以上。齿轮分别有正齿轮、方形齿轮、椭圆形齿轮、人字齿轮、螺旋齿轮、和鹦鹉螺齿轮。而机构呢，分别有日内瓦机构、曲柄摇杆、曲柄滑块、万向接头、斜齿轮跟螺旋机构等。